那我也采访了这个剧里的女主角，渣渣，她除了长得帅之外，还有什么别的优点吗？那个小孩的鞋带开了，他就帮他再系鞋带。我第一个感觉，我就觉得说，他很细心，而且是默默的。觉得现在的很多男生都有可能不会这么细致入微的吧。他很在乎别身边人的感受，然后他也会去照顾身边的人，然后对女生都很礼貌。行，别夸他了。很多人说啊，跟吴亦凡接触之后呢，都很容易爱上他。请问你是如何不爱他的？的确，他是会让身边所有的人都会，对他有非常大的好感，尤其是在组里，所有人都很喜欢他。但是你说如何叫人不爱上他？那我觉得只有一种办法吧，就是太想的时候就赶紧去冲个凉水澡，让自己冷静冷静。好嘞，谢谢渣渣。那最后呢，坦白讲，越珍惜呢就越幸运，所以呢，希望说我们能够珍惜每一个机会，然后把握好每一个机会。你看你多倒霉。好嘞，我们明天见。刘峰坦白讲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。